为了重现90年代大学生活，演员在电影里骑着明德100入镜。另外，重演80年代的电影《Manga》，剧中配件也少不了他。60、70年代经典车款明德100，走过半个世纪，现在骑上路还是超拉风。一台台名流机车骑进会场，车友年纪老中少通通有，利落的斜板车身虏获不少年轻人的心。花莲怀旧机车静态展为期2天，到9月10号，不少民众特地来回味。以前骑起的车，现在就是刚好今天有这机会来看，就是一种回忆啊。毕竟这种车没有收藏、没有保存的话，基本上它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在这边出现啊。这车子的造型当时是很前卫的，比较未来式这样，所以样子也蛮吸睛的，也是这次在那边也蛮好的。60、70年代经典车款，从2轮到4轮伟士牌 FZR 重型机车、吉星吉普车，市集里全都有。但现在想骑把妹神车上路，可没这么简单。光收集材料也花了3、4年有吧？对啊，因为东西都不好找，然后也要就是找到有店家要帮你们修。想买复古机车，网络售价7万到10万不等，加上保养改装，开销真不小。明德100骑上路，仿佛回到70年代，走过60多个年头的车款，让民众陷入回忆杀。三立新闻刘李佩贤，花莲采访报道。